今天来盛港这边也是开了两间，这边是其中一间，还有另外一间在另外一头。这边的还挺漂亮的，我看它看到它的公园了。啊，现在我们要上去了。这间。房间的这个住挺上的，这屋主也是住在里面啊。你看后面的那边，在那边发展，后面还有起很多屋子。这边也是做厨，这个厨也是上了。这边也是，这也是一个大厨。我们看一下后面的景色，这边就是看出去外面，这个地铁二，还有这边去后面，那边是个公园，那边是个公园，那边也是在发展中，后面就是以前的。船厂跟那些游艇俱乐部以前是在里面，现在应该是要搬迁了。这个应该大致上没什么问题，这边。这边有个小阳台，这间是五房室。有4个房间。因为师傅他们在午休，所以我没有讲太大声，让他们休息也是累了，每天都在这样拼啊，所以呢，我前往另外一间吧。